杨斌一直处于警方监控之下的银行账户终于有了动静，其中一张建行龙卡被人从陕西省洛川县建行府间街支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取走人民币5000元。专案组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撤离宁夏，驱车直奔洛川。当地警方接到协助电话后也迅速出击，将全市所有自动取款机进行了秘密布控。有机会到我们那儿去。好，再见。这家伙终于出现了，他要是再取一次钱就好了，就怕他取了这5000块钱往其他地方跑，这就费劲了。不怕，才几天时间他就把8-9千块钱花完了，更何况这5000块钱花不了几天的。喂，是我。好，走。人抓到了，确定吗？千真万确，两张银行卡的卡号全部都能对得上。取款人是个男的，个子偏低，比较瘦，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杨斌？不敢肯定，具体情况等你们到了以后再说吧。好，好。队长，是不是杨斌？现在还不敢肯定，见了人才知道。再快点。事儿啊，人要是想消失，用什么办法最好？咋了吗？啊，也没事，就是烦得慌。死了就啥烦恼都没有了。那要是不想死呢？不想死，不想死，当和尚，当民工，要饭吗？做什么都可以。走吧。路上好走吧？还行，你们这儿风景不错。嗨，啥不错呀，一片黄沙。先吃饭吧，都准备好了。哎，不着急，还是先看看人。嗨，没事，人靠着呢，跑不了。是不是人不大对劲啊？嗨，怎么可能呢，里边请吧。好好，张队。哎，抬起头来。张队，要不我给你们倒点水？不用。这是我们初步审讯的笔录，您看看。他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他叫王满喜，我们这儿人，身份证是真的，也确实有这么个人。这些情况呀，我们都了解过了。他身上只有这两张银行卡。
对，我们搜过，就这两张。这是密码吗？嗯，我们试过，的确能提出来钱。看来呀，是有人故意写上去的。哎，说说怎么回事？我不敢了，我那也不敢了。少说废话，说正事儿。我在北新街睡觉。哎，钱包掉了！哎，我看卡后面写着数字，就想会不会是密码，我就找了个取款机试了一下，没想到真的能取出钱来，我再也不敢了。那人长什么样啊？没看清。大概有多高？也没。就这样。问什么都不知道，眼里啊只有钱。那银行的监控录像呢？哦，拿回来了。张队，你们还没吃饭，要不然我把饭拿来，咱们呀边吃边看。好，赶紧看。我也没吃呢。你老实待着。来，大家吃饭。哎哎，谢谢谢谢。张队，您看这个呀，是王满喜取钱时候的录像。嗯，这个是王满喜之前在府前街建行提到的。停停停，还有第三张卡。第三张卡，张队，你觉得他还会用吗？如果这一次杨斌躲起来了，抓他就更难了。他能躲哪儿去？除非是没人的地方。只要有人就有警察，他心里头有鬼，早晚会露馅的。天吓成这样子了，也没有人来吃面了，你声音都喊哑了。这一歇，我俩替你喊啊。烩面，羊肉烩面，谁来吃羊肉烩面？这有肉。羊肉烩面。羊。哎，秋云，你干嘛去啊？我去派出所问一下他们要不要吃面。哎哎，秋云，你没事吧？我们都知道你心里急。我没事，我就是去问他们要不要吃面，我给他送过去。秋云，秋云，别吓唬我。中午的时候，派出所的人不是来吃过饭了吗？现在才两点呢，才过了两个小时啊，秋云。啊，
秋云。我给忘了。苏红，哎，小混沌，你说这可咋办呢？这一天都没有生意，萌萌还在医院里等着钱救命呢。没事儿，我们大家伙不都在这儿呢吗？啊，没事儿。秋云，啊，我们也帮不了个啥忙，这是这几天卖的钱，全给你啊，给娃看病，啊，也不要嫌少，啊，啊，那我就先收下，等我有钱了，再还给你。哎呀，不说话了，啊，那我先走了啊，你也不要在这再等了，这么晚了也没有人来吃饭了，早点收摊。走了啊，慢点。哎，三宝来了。春三，嗯，在家。慢点坐。放心啊，走了啊。三宝，吃饭了没？没有没有。那我给你下碗面。别下了，别下了，别下了，他赶紧收拾，也没啥人了。宋红，宋红，宋红，去快去这里快收拾。你来了。回家再烧，收拾啊！哦，再烧了。慢点，嗯，哎哎，慢点，哎。先来一下，我俩跟你说个事儿。三宝，快点。素红啊，那个工钱我迟一点给你们行吗？三宝，你看秋云把我想成啥了？秋云，这次留千块钱，你先拿着用吧。哪来的这么多钱？行了。反正不是偷的抢的，你呀拿着先给娃治病，其他的啥都别想。你俩把摩托车给卖了？反正我车旧了，等以后有了钱再买个新的。对着呢。那你俩以后咋办啊？你看秋云还学会煽情了，我俩又手又脚的，还怕饿死？就是。哦，对了，还忘跟你说个事儿了，我俩商量好了，从明天开始啊。他跟咱俩一块儿出摊，多个男的，多把手，有啥脏活累活啊，让他干。啊，还有，咱啊就多添几样小菜儿，把咱这个小摊啊弄大些，还怕钱挣不过来咋的？素红，三宝，欠你们这么大一个人情，你可叫我咋还啊？我这一回可是看看杨叔的面，我杨叔以前当矿工的时候。月月有工资，我家里又穷，我爸常年有病，下不了地。没少开口给杨叔借钱，借的多了，病了他妈不高兴，杨叔偷偷的就给我们。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说这些干啥？赶快把车卸了，明天还得出摊呢。啊，你去吧，我把这借。你快，你快，啊，我来借。来，行，来来来。你咋来了？咱没上课吗？哟，饿了。奶奶，我姑姑呢？出摊去了。那我早上去镇上找她，我也没见到她，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哎呀，啥事把你急的？你看你跑得满头大汗，也不怕感冒了这。她去菜市上可能。哎，那这两天没在家给你做饭，你咋吃？我自己做的。
还挺自由的。也是这，那给你做点饭啊。嗯。喜儿，你说找你姑有啥事呢？哦，奶，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早上收到一封信，不知道是谁写来的。这谁的信？你猜猜嘛。再帮我抽最后一次吧，不行，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不到十天，你都抽了两次了，万一出事儿咋办？身上的血又不是自来水，想流多少就流多少。就是，我家里实在等钱用，你就帮我最后一次。等钱用也不行，我们得为你的身体着想。你卖这点血还不够你今后看病的。我身体没事儿，我身体好着呢。来，这个手不行，这个手再帮帮，求最后一次。不行，我求求你。不行。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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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你帮我。不行，真的不行。妹子，你结婚了吗？你有孩子吗？我有没有孩子跟这有什么关系？是男的还是女的？儿子生下来就是个操心的命，可是我的闺女很乖，很聪明，很听话。她爸爸走了，留下一堆债，要不是我的闺女，我都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可是我的闺女现在正在医院里面等着我，等着我去救她，都是因为我这个没有用的妈。我把她摔伤了，我让她受苦了，你们现在不愁我的事，我拿什么钱去救她？你别说抽血，你就是要我的命都可以。大夫，你再帮我一次，再帮我一次，快！真的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你别冲动了，不行。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先起来，起来再说。好，我答应。希儿，那跟你说。这次不能给任何人说，我爸妈都不可以说。不行。那我姑呢？更不行。好，来，我保证谁也不说。那我去上学了，大家再见。个东西杨斌，你害人女儿还不够，还想害我的孙女，亏你想得出来。自己来，康浩。妈，我真的没事，我自己来吧。康浩，
心了。操心？我看你嫌我活的时间太长了，想活活的不要我的命了。哎，你卖血，你咋把我不卖了？张嘴。明天还是我出去接，我就豁出我这张老脸。你明天上哪去接？有办法，我总不能为这事把你的命搭进去。专案组再次接到银川方面发来的消息，杨兵的第三张银行卡也有了新动向，而这次取款地点竟是位于平顺县兴华路的工商银行。他是今天上午来的，想取4万块钱，说是他女婿的，但他没这张卡的身份证，没法取钱，只能在自动取款机上拿，他对电脑操作不懂，我就教了他一遍。嗯，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帮忙。小娇，送一下。哎，好，先跟我来吧，谢谢了。我的天，这都快成全家总动员了。杨斌这回把第三张卡寄回来，他身上就没多少钱了，这条线索一断，咱们再想逮到他恐怕就更难了。他这卡是从哪儿弄到的？哦，正在查呢，暂时还不清楚。啊，不过咱们要是把所有跟杨斌有关系的人都控制起来的话，这样会侵犯人家的隐私的。那也得查，绝不能让杨斌跟他们家有什么秘密的沟通渠道，这很关键。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杨斌他媳妇并不知道这张卡，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让他母亲去冒这个险。自从他女儿住院以后，为了筹这点钱，他又是摆摊儿，又是偷偷的去卖血，啊，上一回都晕倒在那个黑血站了。一个农村老太太哪有那么多钱啊？到时候看看杨斌他媳妇什么态度，是跟我们合作，还是继续隐瞒？虽然上次汇款的事他主动交代了，但我总觉得这个女人的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我看咱们这次还是试试她，你说呢，张队？哎呀，咱们又是筹钱，又是给她联系医院的，但愿这个女人不会让人寒心呢。张队，怎么处理啊？这么大年龄了，没法弄。我看，还是让她取钱。取够做手术的钱就行，总不能让杨斌的媳妇儿又去卖血卖房子吧，得给他留条活路。最重要的是看他以后的表现。来水，嗯，你们组啊还得对他们家看紧点，工作得继续做。好吧。赵姨？哪个赵姨？妈，我咋不知道你在县城里还有这么个关系？那也是年轻时候的事了，也算是一个小姊妹，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主动过，再不就遇上这个事以后我才想起了他。那他咋不一次给你，非得每天5000、5000的给？你问这多的干啥？哎，你是怕我出去偷还是怕我出去抢？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人家你赵姨的生意做的是不小，可人家用钱量也大，天天要订货，要出货，只能把每天卖的钱都给咱。你赵姨这样做对咱够可以的了。那你这样每天跑来跑去的，我不放心。明天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了，还是我自己去。你在家好好养着，把强强管好。哎，我出去想办法。咱娘俩一起熬过这一关。妈，那你再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儿。我知道。你躺着，四张，妈给你做点饭去。我在外头过得好，不用担心，我挣了点钱给你寄回去，不知道上次那10000块钱有没有给家带来麻烦。这张卡里有10000块钱，遇到急事的时候就去取吧。不过这张卡有点问题，要是警察问起你来，你就老老实实跟他们说，不要给自己惹下麻烦。姐，我后悔以前不该那么小心，该早点寄给你。你就放心吧，警察永远抓不住我，我啥事儿都没有。要是给公安局知道了，可咋办呢？我一个老太婆，公安局他能把我咋办？话不是这么说的，妈，斌哥他现在是这，我有，那万一你再有个啥，咱这一家不就全都给毁了吗？我也不愿意拿这个钱。我都嫌这个钱早，我心我就受，可我不能看着你去买鞋，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妈热心疼。咱不是故意的，我
我不能让我妈给我背黑锅，我也不能让你这么大一把年纪被公安局给抓走。傻女子，咋不取这钱？这萌萌还在医院躺着，你说？妈，那我跟公安局的人说，把钱先借给我，等我有钱了再给补上。这公安局会不会没收？你说上次那一万元跟杨斌没关系，能说得过去？这次这钱，肯定是跟杨斌有关系啊！这，是，这要是给没收了咋办？妈，是这，我去取钱，他们要是再问起来，咱就死不承认。不行，还是我去。公安局都对你是够可疑的，又再一再，哪能再三再四呢？还是我去。不，妈，妈，妈，我不能为了我的闺女把我的妈又给搭进去。妈，妈妈是你的女儿，可你是我的女儿。你为你的女儿啥都可以做，妈是不能为你做点啥。不说，就这么定了。咱娘俩一起熬过这一关。不，妈，我不，妈，妈，我不，我不，我妈妈。妈，清华，清华，在家好好待着。妈去啊，在家待着，我去。妈。妈，斌子，你把这个害死了，我现在真的撑不下去了，我恨你。此时的杨斌已经逃窜到河北省泊头市，躲藏在一家建筑工地内。岁数，走，一二。说你呢，干嘛呢你？好几天你都洋洋混混的，心不在焉，你想啥呢你？吃干饭呢？白养活你了，老邢，算账。啊，行，滚。老板，你别让我走行吗？我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找不着活，我走了我没地方去啊。老板，行哥，你跟老板说一下，你给我留下吧。你有活没活关我屁事啊，瘦了吧唧的没有三两力气谁要啊？我这不养白吃干饭的，就你这样连个女人都弄不了。身份证给他，让他走人。没身份证。嗯，没身份证。该不会是个强奸犯吧？啊！哎，老哥，这是话呀，出门人都不容易，你这么有钱的多一张嘴，我想着留下吧，也给你积点德。高佩德，我可告诉你啊，你再嘚瑟，连你们一块收拾。你也够热的。以后你娃生啊，有没有屁股向南
怀疑你。说什么？大山，哎，行，哎，去，说什么？干嘛去？干嘛去？坐，看啥呢？坐。老板，我求求你把我留下吧，我一定好好干，好吧？老板，我求求你了，你把我留下吧，我一定好好干。人挺听话的，人挺话的，这现在这干活的人挺多的，这听话的确实不多。哎，老板，要不咱给他换个活？好了，以后干活勤快点。我那双袜子，给我洗洗去。好，去，赶紧去。这该洗袜子去，快去，去，快点！弟兄们。阿南，你都看见了吧？这小伙子也怪可怜的，咱可都是出门人，以后有啥事要给他帮忙的，你说对不对？对，好。杨局，哎呀，我们局长来看看孩子啊。孩子情况怎么样？情况还可以，问题不是很严重，我们已经给孩子做了全面检查，准备过两天就动手术，可是我们医院病人也很多啊，那我们就只能特殊照顾了。你局长都亲自出马了，那我们还敢不提前安排？谢谢。你明儿就准备钱吧。费心了。嗯，没什么。哎呀，别担心啊。你家的困难呢，我们也都了解，天大的事情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孩子的问题应该没什么大事儿，你刚才听大夫说了，只要做了手术就会好多了啊，别太担心。杨兵他既然出了这个事儿，别太有大的思想抱负，关键得找着他这个人。我看现在咱们先一门心思把孩子病给治好，好不好？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话，你给我们警队打电话，他们都能来。如果我们忙，这样，我给你留给我家里的电话，随时给你嫂子打电话，她都能帮你，好不好？那我们还有点事儿，就先走了。郑东，咱先走吧。好的。嗯。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想想都叫人恶心，就是住院的是他家孩子，真是报应。这种女人活得也真够窝囊的，还得有脸活着的。
喝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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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老板，啊，这几天咱们这活干的也不错，咱们弟兄们也该出去放松放松，消遣消遣了吧？是啊，阿群啊，啊，那天那个女孩儿，长头发啊，那个，啊，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那确实不错。好了，走了，我流血了，我操！我不是故意的，别打了，我不是故意。我弄死你！老陈，不要打了，老陈。老鸨，你警察大人，以后谁还敢干活你？你俩做事不要太过分了。高明德，什么事都有你，我给你忍多好多天了。弟兄们，一块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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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走。我死你打！我死你打！别靠了，该干嘛干嘛。高哥，高哥，起来。谴责，良心里的谴责，心中有鬼，天黑不能安睡，风吹草动夜半惊魂，心中有鬼，天黑不能安睡，月黑风高，噩梦缠安身。那是魔鬼在心中撕裂着伤口，那是希望在消散，消散在风中，那是魔鬼在心中撕裂着伤口，那是希望在消散，消散在风中。天黑了，开着灯不敢睡觉，天亮了，怕出门不敢见人，善也好，恶也好，总是要报，也好藏也好，时候未到。你逃得了一时啊，逃不了一世，老天在你头顶上，你心发慌，伤天害理事做后，你躲也躲不了，良心里的谴责，良心里的谴责，心中有鬼，天黑不能安睡，风吹草动夜半惊魂，心中有鬼，天黑不能安睡，月黑风高，噩梦缠身，心中有鬼，天黑不能安睡，风吹草动夜半惊魂，心中有鬼，天黑不能安睡，月黑风高，噩梦缠身。那是魔鬼在心中撕裂着伤口，那是希望在消散，消散在风中，那是魔鬼在心中撕裂着伤口，那是希望在消散，消散在风中。